跟我来，女警。谢谢佳敏的办卡，感谢佳敏的办卡，谢谢谢谢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别哦哦哦了，我还老得切，我这累的慌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不送也是明天出，那你都知道，你还问我干嘛？我是屠龙勇士，你呢？你是龙。全军出击！谢谢许大人的办卡，感谢许大人。上路是个大头，哎，自己打吧。龙底打也不自己打，你应该让大头帮你打。别敲了，我们的心血会浇灌。踩住 O O O， 平 A， 闪现平 A， 再 A 吃药，平 A， 平 A 不打了，好 Q， 能打，来踩，加血呢？哎我操，刚才这波不晚点跳好了，晚点跳这波全杀了，让皇子给我打断了。我没寻思那个皇子能直接一 Q， 你知道吧？我寻思他怎么的，他不得等一手啊？我就直接踩他，俺们把他秒了就完了呗。平 A 踩住 ，O O O， 再平 A， 平 A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女警舒服了呀，要跑了呀，其实我觉得咱俩直接杀了敌魂圣枪都行，直接给他秒了。我这回家也没事干呢，算了，中路赶开一波不行，不去了，中路赶开也没必要，我们就下路收线得了。现在我们一级，赶紧升个二级啊。不用在那劲劲的要点我，我就吃点经验就行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赶紧让我升个二吧！啊，好，升级了。人们呼喊着所要的力量。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不用推线，你这波推线，他们不又能吃线了吗？哎呦，我这给我封着呢，我操，射程多远呢这俩。踩住哦哦哦，接扎接平 A。给我扎。
他俩射程好远，我踩不到。这打的是真的远。林立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踩住我！我接扎接平 A， 你走！我点烟扎接平 A， 哎，差一下，哎，烫死了，漂亮。又一次坠落，意味着又一次坠落。一换一，我们不亏。我们生长在暗夜和心灵的夹缝中。但我必将凌驾万物。我不负众心，只是一心超越。往这儿站来。有眼儿还是怎么回事？哇，扎一下！你要干嘛呀？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。这波擦眼儿没啥意义呀。这波擦眼为了什么？啊，皇者没在，踩住 A 接扎，扎一下。上山，越难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女警有没有加血？女警没加血，那不行。先出个皮孩吧，省着风筝我。这眼儿不要了，一会儿下波啊，能杀就直接把他俩都给杀了。这女警的英雄不行，爆发太低了，甚至不一定真的。那控制打人都不掉血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直接推了，这边推了，吃几波塔皮。
漂亮。给我往回走。王者应该没什么太大威胁。踩中 OOO 加扎 TA。人头咱得拿，毕竟这是一个攀升。回家，那件悔恨，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中。这边回家，然后出来直接飞出来。算了，不飞。死了。先来个木印。找到自己新的极限。出个德克萨斯木印，然后我们上路看看能不能赶开一波。干啥呀？咻！尝过神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这鱿鱼咋的呀？这鱿鱼，你咋的呀？换个屁，换！跟我俩走位还？那瞧不起我辅助？怎么的？我辅助攀升，我治你吗，小伙子？这边看一下啊，看这黄子或者是这维克托。漂亮。中。哎，这边不是红路口，真傻逼。走位，来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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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咋的呀？这一反了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刚才维克托其实早就能死了，没太玩好。心中遥不可及，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这黄人搁右边呢，我估计应该是。沙米拉咋回事啊？给我追来，看看沙米拉往哪走。踩住 OOO 接扎接平 A 扎。谁死了？那大头又死了。大头让个鱿鱼给杀了。怎么的呢？这维克托一中
算了不上了，人有点多。AP 龙女吧，哎呦我操，死了没死，差一点点。上当了，踩住接招。算了，撤了，不打了。这大头是不是又要死？我看看啊，咱先来个收集者。战败，我得绕着这座山奔跑，直到使者再也追不上我。谁上去了？哎呦我这龙女儿，我们别上啊，这踩住 A 接扎，快跑吧这家伙。看来我得回家了。这维克托咋那么骚呢？啊，这维克托，你骚啥呀？不是你骚啥呢？我就没明白，你有什么好骚的呢？踩住我！哦，点烟炸的！30秒有闪现，踩住哦哦哦，接扎接平 A， 接平 A， 突突突突突突往上走来 ，A 接扎，这维克托你给我等着啊，咱俩指定是没完，我看你下一波我有闪现你怎么烧，再烧一下直接一屁股坐死，再烧啊下边再烧直接一屁股给他坐死。我们一换一都给他换死，下一波。没完，俺俩指定是没完。不用你烧。英雄已死，凡人永在。425，差点钱，收集者呀。回家先出收集者，我刚说卖了个人影，没事买一个吧，没多少钱儿。刀剑相撞，小龙，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哎呦！
我踩住欧欧欧加扎再扎平雷接踩住接平雷接扎闪现踩住 A 接扎接扎怎么全死了呢？怎么死光了呢？那辅助推波扣啊！下个装备来了。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星矢感觉杀完了，杀个屁，还杀完了呢？星矢哪有这捡息地呀？我在这回城。哎，踩住哦哦，接杀接平 A。问题不大，我来了，刀枪所向一往无前，上路推一波吧。我看他们这上塔也没人推呀，这一塔，我来吧。只能我来推了。无所谓敌人。踩住哦，接扎！突突突突突突突！哎呦我操！这怎么有个黄纸呢？这位置为什么会有针眼儿？哎呀，位置没调好，要不然这波黄纸其实能杀。我们突突完接个扎，应该是赢了。为什么这么难打啊？咱也不是说劣势特别大吧？那怎么？薛微是有点难打呢，我绝不认输。预判 AD 位置。预判失败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也不知我是否还能回去。踩住哦哦哦，跌扎接平雷，突突突突。接扎接平雷，快跑！接扎，沙米拉，沙米拉推波扣，我们打个红 buff。成为传奇。
小龙，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，嗅觉的灵性。小心点啊！巫术先祖用最后一口气力打断。三、二、一，回家出。不秒表吧，好的 AD 踩住哦，加扎贴屏的，就这 ADC 都能被瞎当，你说还有天理吗？而且瞎当的是550还是？闪现踩住，哦哦哦，点燃平 A， 扎，踩住 A 加扎，哎呦我操！现在比较流行辅助开的。回家村哥，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这波我们家是几打几？你们想一想啊，是五打三。打成这个样子，五打三，我们家五个人打三个人，打成这样。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必然的宿命。我可以飞，没关系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与犯下。大招换大招呗。我直接往里飞了啊。踩中哦，剑扎死。踩住 A， 天杀塞纳！哎呀，我操！咋这么难打呀？兄弟们，可不行！这不GG了。聚聚了就聚聚了吧，把眼儿卖了，卖不卖眼儿他也没用。不行啊，这可不太行啊。